圣主爸爸。今天我们会玩些什么呢？圣主宝。我们今天就找到一个比较久的一个游戏，可是它是一个恐怖的游戏，有鬼头。它是恐怖惊心动魄人体模型。免疫弹出来，弹出来，弹出来。好，我们打开吧。好。哎呦，就看到你了。好丑的脸，耶！恶心啊，这个身体，哇，好恐怖！看到哇，人体器官。它里面就是有人体的各个部位，是有双腿、双脚、一个人脸、一个夹子，还有一些器官。嗯，你看这个就是来夹住的。对，等下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进行游戏哦。你看，夹到了。那就看你真功夫啊！就是说明书，就是一份黑白的说明书。OK， 这里还有一些就是这游戏会进行用到的卡片，16张。来，我们把这卡片拆出来吧。还有这个玩具是需要到3个电池的。对，我着急想玩，想敲出去。哒哒哒哒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玩具组装起来。好，然后准备这个放上去。放上去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每次开始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把头先按进去，过后把黏装上去。OK， 你们准备好吗？嗯。我们现在打开了。嗯。恐怖模型。好，这游戏的进行方式是：你抽一张卡片，过后你就把那个器官放回去它相对的位置就行了。不过有个注意的就是，它有些你需要用夹子放回进去，还是用手放回进去？开始喽！开始游戏。Jonas 是抽到用手装回他的左手，轻轻的。好，各位。关注宝宝了。我抽的是用钳子把左肺装回去。好恐怖哦，他一直在笑哦。这个就是左肺。哦，就这样子松松而已了。好了，宝宝好了。那Jonas呢？你算什么啊？不吃还没有放到。他好来，用手可能更难。掉蛋了。你弄掉了啊，你要弄回去啊。来了，不要怕了，来拿，我上去给你。来，放了。我要自己。拿，拿放了，放了，哥哥。还有脚放回去，连脚也放回去，恐怖了。你，然后把手放在这里，放进去。嗯。我要放，可以吗？猪爸爸，我说的是膀胱，我需要把小肠拿出来再放进去的。各位要把肠盖回去。好了，它是这个，恐怖啊！用手吧，你。好。什么？胆囊。好，到猪宝宝了，噔。宝宝很恐怖的。哦，Jonas。嗯，爸。
好好了，现在无论放哪一个器官，都要先把这东西拿出来啊！我竟然拿到手，手是不必拿这些东西出来的。干嘛？啊？什么？胃，这个骨在后面。啊对，快点啊！对对对。大肠，大肠，大肠，这是膀胱。走了，走了的是心脏。叫猪爸爸。猪爸爸，你很像不可逃一逃哎，不可逃。这游戏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很可怕，可怕，也可以这样子夹，再这样子放进去，还要被我想哭。你们还想不想再玩？我想不要啦，很恐怖，我爸爸一个人玩。还不错啊，又有教育意义。哪个器官又可以在哪个部位？又知道每个器官的名称、功能，就只是有点可怕而已。